请进入我们的群的家们已经通过了啊，别忘了去群里领取一下我们的免费人气票。此时此刻我们的名次在第16名，家们今天往前走一走，今天要进步，比昨天进步一点点哦。已经助力无数免费人气票的我们扣一波一啊，目前255人助力，谢谢大家的助力。咱们助力无双人气票，先点开这个黄色桃心，送上我们的灯牌，然后助力打榜就可以助力无双人气票啊！谢谢大家的支持，感谢家们。接下来家们，我们想听一曲屠洪刚老师的你，扣一波一；想听一曲沧海一声笑，扣一波二；想听一曲我们的提取丹心，扣一波三。咱们继续弹曲。谢谢我们长乐哥，感谢我们大软姐姐，谢谢聪雪哥，欢迎 KK 哥，谢谢野猪哥，感谢我七七哥，谢谢长兴哥，谢谢小军哥哥，谢谢易江南哥哥，欢迎绿萝姐姐，谢谢平凡哥，谢谢无双姐姐，欢迎我们 A 哥，谢谢家们的支持啊！想听哪一首曲子，家们公屏上走起来。无双待会儿去给大家换一首曲子，换一台琴啊。想听你扣一波一，沧海一声笑扣一波二，想听我们的铁血丹心扣一波三，无双给大家换一首曲，换一首曲子。我看想听沧海一声笑的有好多，家们想听沧海一声笑扣一波想听好吗？谢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人气榜解榜还有5分钟时间啊，还有5分钟时间，家们。还没有帮无双送上我们的人气票的家们一起走一波，最后我们的5分钟，家们加油加油加油。想听沧海声响，家们扣一波想听哦。沧海一声笑，沧海一声笑，
前我们在第十八名清空我们的免费人气票，家们，清空我们的所有付费人气票，还有最后的一分钟时间，家们，最后的一分钟时间，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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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送人气票的，我们扣一波已送好吗？谢谢大家的支持。最后一分钟，家们啊，最后一分钟，家们，3030万点赞，加油！现在第十八名，家们，已送人气票的，我们扣一波已送，谢谢大家的支持。已送人气票，我们可以一起付费人气票、免费人气票，家们，我们一起清空啊！昨天我们是在20几名，今天18名，已经有进步了，家们啊！今天争取突破一下。能不能最后的一分钟之内突破到第17名，家们，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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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小心心，全部要人气票啊，点开黄色的桃心，18名解绑的同城守护 top 3。哦，谢谢我们长肉哥的守护，感谢我们家们拿下第18名，谢谢大家，感谢所有家们，我们满屏的家们公屏扣一波感谢好不好，谢谢所有家们的支持。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差点突破万人直播间，而且我们的人气榜现在每天都在进步一点点，谢谢家们的支持，家们们满屏扣一波感谢，满屏扣一波感谢，谢谢每一位无双家们，不管是付费人气票还是免费人气票，大家都在用心的尽力的助力着无双的直播间，无双的直播间从昨天的几百人直播间到今天的几千人直播间甚至上万直播间，都是离不开每一位无双家们的支持鼓励，所以非常感谢家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帮无双点亮灯牌，帮无双送上我们的人气票，再次感谢所有无双家们，谢谢我们榜上的每一位哥哥姐姐们，谢谢所有家们帮无双一直在点赞，一直在助力人气票，一直在滚屏，每一位家人们你们缺一不少，缺一不可，谢谢大家的支持，再次所有家们我们扣一波满屏的感谢好吗，谢谢大家。家人们最棒，你们太厉害了，再次突破3000人直播间了，厉害厉害厉害，此时此刻我们可以给大家来弹下一首曲子，家们想听一曲你扣一波一，想听一曲我们的铁血丹心扣一波二，我们继续弹曲，太棒了，再次感谢啊，同时感谢我们的1号麦长乐哥，2号麦大人姐姐，3号麦冲雪哥，4号麦慧慧哥，我们的5号麦七七哥，我们的飘屏大管家长兴哥，小军哥，绿萝姐姐，江南哥，平凡哥，我们的无双家姐姐，千羽哥，我们的香木姐姐，养鱼哥，谢谢我们的捐红，包括我们还没有报上名字的所有为无双站榜的无双家人们，谢谢大家的支持，干啥的，弹听魔情的，想听哪首曲子，家们公屏上走起来，无双去换一把琴啊，在我们的直播间一共有6把天魔琴，每一把天魔琴都有不同的调性，所以说在我们的直播间每一个曲子每一个古筝都代表着它不同的风格，谢谢大家，这把琴是我们直播间的骄傲，也是我们所有无双家人们的骄傲，这把琴是北京玄衡古筝为无双独家专属定制的，全世界只有这一台，也是无双直播间最贵的一把琴了，接下来我们弹一曲你，屠洪刚老师的你送给所有助力无双的家人们，18万的琴声，好听吗？好听，满屏扣一波，好听。
谢大家的支持鼓励，欢迎大家来到无声直播间，一曲你送给大家，是琴弹的真好，谢谢我们晨星哥，感谢晨星哥的大红包，谢谢每一位哥哥姐姐们的支持。这琴声绝对不含糊，接下来家们想听一曲铁血丹心可以不一，咱们继续弹曲啊。而将的你我在我的马背上，如雨的模样，清水般的目光，好听好听，家们觉得好听可以不好听哦。支持，感谢榜上的每一位哥哥姐姐们，谢谢大家的厚爱。家们，我今天的鼠标有一点点问题，所以我操作的有一点点慢啊，家们，操作的会有一点点慢。谢谢大家的支持。感谢我们的长乐哥，谢晨星哥，谢易江南哥，谢大然姐姐，感谢慧慧哥，谢谢我们七七哥。我有点着急，我都怕我自己，我都怕我自己太耽误大家时间了。连大欢，我在连大欢老师，欢迎态度哥，我在连人气比较高的老师，咱们才会越来越高。要不然我会人气一直在往下掉，所以我再找一个合适的人连麦。
我再找一个合适的人连麦。哥哥，你们说我要不要连过去？但我不大想连他，他现在人气也高不了哪去。连个崔老师吧，那个人本来我想连过去，但是我觉得不大合适。听个麦啊，嗨，崔老师。哎，下午好。下午好，我今天稍微的站了一点点起来，嗯。是呢，我看这人数都1500人了，可以啊，站起来了。刚才大概有6000多人吧，嗯。是吗？那你要火了吗？那么要火了？你这不赶紧连一下崔老师吗？嗯。给我带点人气是不是？分享一下快乐。喜悦。嗯。对的，没问题，没问题。这个只要是朋友们，对不对？只要是这个，不管是谁，就是人气高了，都高兴，都高兴，都高兴。嗯，赶紧连崔老师。崔老师在我人气低的时候连我，我人气高的时候也得赶紧连崔老师。嗯，咱俩就是人气啊，不在于这个，在于哪个？在于那个嘛，那个。那个老孙老师在不在？不能直白的说出来，是不是？不是，家里面有孙老师的，会谢范范姐会吃醋的。没事，大家都是姐妹，都不吃醋。我跟你不是姐妹，谁跟你是姐妹？我说你跟孙老师是姐妹。我说你跟孙老师是姐妹，不能吃醋。我跟孙老师都没连过吗？有机会，会有机会的。会有机会连麦，那我就跟孙老师说。对啊，大家都一家人嘛。崔老师老叫我亲的，真是的。我看孙老师怎么治你。那我不叫你青青劲儿哈，叫婉婉呢。啊，叫无声。青青不是最后一个字吗？是不是？你也可以叫，可以叫我丽丽。丽丽，丽丽好啊，咱们来个才艺啊，丽丽。来吧，来吧。嗯，咱们你今天也站起来了，我估计不一定能打过你了。嗯，我也不一定能打过你。榜五榜十加总榜啊，不对，这么厉害吗？不，加点赞，啊，我们来个点赞，怎么样，丽丽老师？没问题呀。嗯，那咱们就榜十总榜加点赞吧。可以，榜十总榜加点赞，嗯，行，那就7分钟、啊、够了。嗯，好，7分钟够吗？不够吧，咱们重来吧。7分钟我没啥信心的。加们点赞，重来，你冲凉吧。冲凉我，重新连你，好 ，OK。啊，我感觉不够，我7分钟了。家们加油加油啊！谢谢大家的支持。重新连他，家们一起加油，点赞，闭麦。好，闭麦。瞄准我们家红色的血条点赞，家们，保时捷跑车爱的热气球占个榜啊！保时捷跑车爱的热气球占个榜。谢谢我们 KK 哥站榜，一个榜出来了。加盟此时此刻我们多少万点赞？32万点赞。加盟我们一起加油，点到60万，点到60万，加盟点到60万啊！加油，点到60万！现在我们家一个榜了啊！我给大家弹个曲啊，一个榜了，我们需要10个人站榜，保时捷跑车什么都可以站个榜啊！加油点赞，瞄准我们家的红色的雪条点赞啊！谢谢大家的支持。感谢我们庞哲哥，榜十总榜加我们的点赞啊！欢迎庞哲哥。谢谢大家的点赞，一定要点到60万，家人们啊！加油点赞，家人们！欢迎庞哲哥，欢迎！现在我们已经占了2个人了啊，还差八个人，榜十还差8个人啊！榜十总榜加点赞，谢谢家人们的点赞，已经34万的，我们往60万点赞啊！
谢谢 K 哥，谢谢长乐哥，谢谢长颈哥，谢谢一江南哥哥，感谢雾花雨好，还差四个人家们，我们家宝石还差四个人，加油嘞，加油！谢谢大家支持，欢迎平凡哥。家们操作有的时候不大好，家们点血条点赞啊，加油点赞点赞点赞，也是我们比分的其中一项啊，谢谢庞者哥哥，感谢我们的知足哥，长乐哥，谢谢 K 哥，谢谢我们平凡哥，谢谢七七哥，谢谢长兴哥，谢谢一江南哥哥，谢谢雾化雨，还差两个人，可以姐姐桑月哥或者来两个大哥，咱们站起来，欢迎态度哥，看不清血条啊，血条没有，有血条的，有血条的，家们团结团结，扣一波加油，态度哥有血条的，有血条的，有血条的，谢谢长乐哥的补刀，感谢长乐哥，店面一号麦4200，二号麦3200，店面的五号麦，店面五号麦没有站起来，店面站了四个人。店面只占了四个人，他们的是1700站榜的1100，感谢长兴哥的补刀，谢谢一江南哥哥的补刀，谢谢长乐哥的补刀。我们现在已经占到了，还差两个人，其实还差两个人。谢谢江南哥，我们的榜六已经达到了1000多票了，榜六在一江南哥哥上面，七七哥现在是榜七的位置，520票。我们还差两个人，家们还差两个人，还差两个人，咱们家还差两个人，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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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下午第一场连麦 PK， 今天下午第一场连麦 PK， 榜十总榜加我们的点赞，家们赞赞一定要点到60万赞！欢迎青衣哥，欢迎态度哥，谢谢态度哥，太帅了太帅了！马上40万赞了，还有20万赞，家们两分钟还有20万赞，点我们的血条点赞啊！榜十还差几个人？我来看一下，欢迎我们态度哥。榜十还差一个人，还差一个人。七七哥，青衣，欢迎青衣，欢迎青衣哥哥。青衣哥和七七哥能补上来吗？再补点上来，还差一个人，咱们还差一个人。谢谢无双姐姐，感谢无双姐姐，十个人站满了，应该是十个人站满了。谢谢青衣哥的补刀，感谢青衣哥。咱们家十个人都站满了，咱们家这个现在零距离超级厉害。血条点赞不要停啊，点我们的血条，赞赞点我们的血条。谢谢大家的支持鼓励，点我们家的血条啊！谢谢七七哥的补刀，感谢七七哥。还有最后的1分50秒，还有最后的1分50秒，家们啊，咱们的榜十应该是赢过了，榜十应该是没啥问题，对面只占到了榜七啊，对面只占到了榜七。谢谢 KK 哥的补刀，感谢 KK 哥的补刀。
谢谢 KK 哥的补刀，太帅了。接下来我们的榜七是在无双姐姐那，无双姐姐是1200，榜八青衣哥1198，长兴哥在叫榜九的位置，一江南哥哥在榜十的位置，榜十的位置我们是1040票，榜一我们在慧慧哥4300，知足常乐哥4100，我们的庞志哥哥3002，平台哥哥2400，态度哥2000票，我们七七哥1700，谢谢大家的支持。对面的榜十已经站起来了，榜十站起来了，对面的榜十站起来，对面的榜五是1700，将近1800的左右，对面的榜五在1700左右，榜五在1700，我们家的榜五是2000票。好，我们看对面的榜十是怎么站的，家们啊。哦，对面的榜四2800了，榜五1800了，来，我们往2000票打，往2000票打，对面的。榜四好像是2800，来，我们的榜十能补到2000票吗？一江南哥哥、长兴哥、青衣无双姐姐、七七哥，现在1700，达到2000票可以吗？把我们的榜十补到2000票，估计要2000到2500以上。对面的榜七已经1700了，榜七已经1700了，补到2500票以上，谢谢大家，还有10秒，还有10秒，快补上去！守住我们的总榜，大哥们守住我们的总榜，一江南哥哥、无双姐姐赶紧补上去，还有5秒，还有5秒，谢谢庞哲哥、抖音号，还有5秒，守住我们的总榜，守住我们的总榜，谢谢大哥们的支持鼓励。点赞点了多少家呢？咱们的点赞，谢谢我们庞哲哥的抖音号1500，他们的榜十1500，我们1560，赢了，太帅了吧！我的天哪！感谢所有深爱我的朋友，11.8万点赞，我们赢了。谢谢庞哲哥抖音一号，感谢辉辉哥、K 哥打了4300，我们庞哲哥1300，长乐哥打了4100，我们平板哥打了3600，青衣哥打了将近3000票，我们用户七七打了2800，长兴哥2000，我们的态度哥奖2000票，无双姐姐1720，一江南哥哥1560，太帅了，干得太漂亮了吧，太帅了，点赞点了11万多，对吗，家人们？谢谢大家啊，太帅了，太帅了。家们艾特一下，扣一波海鲜啊！哎呀，打不过我的青青了。没有，不敢当。现在明天我们要组成个组合，青青白白，我要跟青青白白了，我要打不过了。承让了，崔老师家承让了。你看这榜十就差了58票。哎，你们多少赞呢？11点几赞，你们家呢？肯定你们家点赞多。那我赞没我多，我是86减32得多少钱呢？得50万赞。我们点了54万赞。哦，哎，崔老师，我想问你一下，是不是所有家们集体50%的人一起加油点赞，他会出现双赞？好像没有。没有啊？就之前有双赞了，就最近我没发现也没有了，好像是没有双赞了。哦，好的，没有了，好的，行，我知道了。嗯，崔老师，咱们来唱个歌呀，唱个歌，啊，唱个，哎呀，我这唱个啥呢？唱一个那个，你再给我放上来吧，小胖，胖胖哥，他哥有双赞的啊，有双赞的哈，有吗？有，他给我放了一个新歌，昨天发新发的歌叫《拼命活着为什么》，那我们就来一段吧，好吧？好，辛苦了，家人们，咱们人票不要停啊。家们家点赞不要停啊！谢谢榜上的所有哥哥姐姐们。哎，废了，没事，你放着。这一路走来，太多的坎坷，繁华的世界把你我诱惑。有人怅然若失，有人依然自得，人间冷暖经历过太多，这一生太短，
时光匆匆过，蓦然间回首，风吹花又落。你说流年似水，他说岁月蹉跎，拥有了一切却弄丢了快乐。人拼命活着到底是为什么？我问天问地问遍了神佛，前世的因果，今世的折磨，漫漫人生路风雨中执着。人拼命活着究竟是为什么？我为名为利，谁能告诉我？翻越千重山，趟过万条河，汗水泪水汇成了这首歌。500人同时点赞就有双倍，好的，谢谢大家啊！感谢我们的崔老师，谢谢崔老师，在唱歌的时候，我把我的鼠标给修好了，啊、是吧？你这么厉害吗？嗯，刚才鼠标蓝牙掉线了、嗯，是吧？我看你鼠标好像有点不太好使，我就多给你唱一会儿。老师，你看咱们多有默契，是不是？好的，平板哥辛苦了，嗯，多有默契。你来一段，来一段啊！来一段，嗯，谢谢大家啊！哦，来一段崔老师，崔老师，你想有你们家人们有什么想听的歌吗？嗯，弹啥都好听。我弹一曲《偏偏喜欢你》。哎呀，好，这个好的。无双是高人，非要给崔老师弹一曲《偏偏喜欢你》，不是不能让孙老师误会啊。没事，他都理解的。嗯，谢谢大家，我的鼠标终于好了。喜欢你，谢谢大家的支持，送给我们崔老师家人，欢迎大姨妈哥。咱们人一秒走啊！批评一下，我得把崔老师的歌再弹个遍，再多弹弹练练。没有，弹的已经非常好，非常好了，弹啥都好听。以后跟崔老师连麦，只能弹崔老师的歌。行，没问题。下次弹再弹酒醉的蝴蝶。酒醉的蝴蝶 DJ 版是不？啊。行。我发现你弹 DJ 版可厉害了。弹 DJ 版上人，嗯，是的。嗯、是吧？是、嗯、是。是好，明天我就给你弹酒醉蝴蝶。好，明天咱们继续打榜十。好，明天继续打点赞，哎、厉害了，不好打了。没有，跟你学习，嗯、跟崔老师学习。我们下一个。胖胖哥，拜拜。崔老师，拜拜。崔老师家们，拜拜。嗯，拜拜。拜拜，嗯，拜拜。谢谢大家的支持，感谢长乐哥，谢谢慧慧哥 K 哥，谢谢江南哥，感谢我们无双姐姐，谢谢可以姐，谢谢小俊哥，谢谢 A 哥，我们赶紧要连那个谁，我就跟他做个节目啊，跟
跟他做节目，要不然我人一直往下掉了。那个谁还在不在？老爹在不在家吗？那个老爹，老爹他在连麦，我得跟他合作节目。明天九岁的蝴蝶，我来看一下九岁的蝴蝶啊，家们。哇，今天的人气上来了，哎呀！谢谢大家的支持鼓励，欢迎大家，老爹搞笑得很，对，嗯，欢迎聪雪哥，我直播间卡了吗？长乐哥有什么想听的歌吗 ？KK 哥。长乐哥有什么想听的曲吗？我的鼠标修好了，就是蓝牙没连上，刚才连成也，成也是谁啊？都行，不用换琴的，嗯，好，我来先调个音啊。好像没开播，今天要是能连上静怡那就要飞了。是的，没关系，明天下午，明天我们开，明天咱们开播直播间人还是会很多的，因为已经触发了他的这个权重了。想听九岁的蝴蝶吗，家人们？想听九岁的蝴蝶？哇，这个也赞了。兄弟们，一天能做成两不止五十。你好，美女，你太卡了，太卡了。我还卡吗？哎，好了，好了，好多了，好多了。不卡、啊。你是来自于古代哪个人物、啊？东方小拜。啊，东方小拜，那你展示锅的才艺行不行？让大家伙欣赏欣赏。可以啊，你呢？来吧，来，我也展示才艺啊，我是属于、啊。东方大脑袋、嗯、你是东方小白啊、哦、嗯来吧，行，十面埋伏行吗？弹个铁血丹心吧，十面埋伏行不行？感谢我夏天哥，谢谢。十面埋伏我不会弹，铁血的，你看铁十面埋伏是属于基础的，你都不会弹？对，我这学了一个月就来开播了。要不你来个九面埋伏，来吧。好，行，来吧，来吧，啥都行，来吧。行，男孩女孩啊，这边我是男孩。谢谢，欢迎大家来到无双直播间啊。
非常棒，非常棒。咱们给这个无双晚清点关注，给无双晚清点点关注，给我大鼻子弹出来了。兄弟们，给这边点点关注，特别棒。我没啥才艺，完了我就是过来连一连，我看你挺好玩的，没发现你有你这种类型的主播，连一下咱这个才艺行不行？荣幸荣幸，我大概猜到了，嗯、这个我就学了一个月，行吗？这弹棉花弹的不行，整条裤子呢，挺好挺好。那先走了啊，美女啊。好，很高兴认识，嗯嗯，给我带来人气了。谢谢我们大哥远啊、哦，欢迎欢迎大哥远的家人们啊！对不住啊，我第一次连麦，这个有点啊，有点惭愧啊，惭愧，家们多多包涵啊，惭愧惭愧，气死！没有没有，我这有点懵了，有点懵了，脑袋瓜有点懵了，来给大家弹一个双微，快节奏一点的。知道，这首歌送给所有来自大远哥的家人们，欢迎你们来到直播间。宝贝吗？啊，对呀、啊，关注你，你可以互关一下，以后有人碰到可以他朋友扫啊。啊、哦，好的，很高兴认识胡老师家的宝贝皮皮。嗯，啊，好，那我们打人气票，那个才艺的啊。嗯，你们在打人气票是吧？嗯，对呀、啊，弄个才艺的嘛。行行行，那我做节目了。赢了表演节目。嗯，好啊，赢了表演节目可以。好，闭麦。嗯，闭麦，好。咱们继续表演节目。他们家人比我多一点。谢谢大家的支持，欢迎大家来到无双直播间。赢了的表演节目，输了的就不表演是吗？谢谢长乐哥，感谢七七哥，谢谢江南哥。
支持，欢迎大家来到无双直播间。哎呀，峰峰来了，对面两个都是福老师的儿子，欢迎皮皮家人们，欢迎峰峰家人们，欢迎峰峰家人们，欢迎峰峰家人们，谢谢大家的支持啊，感谢大家，家人们，我们一起扣一波欢迎这个福老师以及皮皮以及峰峰，他们三个都是一家人啊，我们扣一波欢迎，扣一波欢迎，谢谢七七哥的支持，感谢七七哥啊，谢谢皮皮酱啊，谢谢峰峰酱，感谢福老师家人们，欢迎一选哥家人们啊，欢迎欢迎扣起来，咱们直播间欢迎扣起来，欢迎欢迎欢迎扣起来啊，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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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无双我们左上角点点关注，上个人气上个灯牌，帮无双上个灯牌啊，谢谢大家的支持，满屏的扣一波欢迎，这个福袋我发不出来，还没结束啊，扣一波欢迎，欢迎满屏的咱们直播间扣一波欢迎啊，谢谢我们所有无双家人们。这长乐哥给发大家发的红包啊，谢谢长乐哥啊，感谢长乐哥给大家发的红包。接下来我再给大家弹个曲子吧。谢谢葱雪，葱雪哥帮我飘个屏啊，葱雪哥帮我飘个屏，咱们弹个不过人间啊。谢谢所有家们的支持鼓励，哪怕生死都打通宽容，生来永恒三体明智，
油加油加油。还有十秒，哥哥姐姐们，咱们一起守个榜。还有十秒，咱们一起守个榜。还有五秒，谢谢大家的支持鼓励，感谢长乐哥，谢谢长乐哥，感谢长乐哥的保时捷跑车。相识篇章，获得相识篇章，这什么意思呀？没看懂哎。感谢长乐哥。感谢所有深爱我的朋友。谢谢长乐哥，谢谢七七哥，谢谢凡人君，谢谢糊涂哥，谢谢凤凰谷，感谢背影，谢谢四七九，谢四零四，谢三幺八，谢 user。咱们扣一波感谢。好久不见，峰峰。Hello，Hello， 婉清，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嗯，我看你们在。来吧，你给我们来个节目。然后那个。哦，对，我赢了，可表演节目，我都给忘了。我来一曲《女儿情》啊，送给我们两边直播间家人们。陪伴这活动哦，好的，谢谢家人们的陪伴，感谢所有无双家人们，谢谢所有家人们的支持。是的，我们认识的时候才100多万啊。对，一认识的时候差不多100多一点。加油加油加油，峰峰加油，皮皮加油，给婉清点点关注，家人们给婉清点点关注啊。好嘞，好，那我就撤了，我抢个人机票。好，冯老师拜拜，峰峰拜拜，皮皮拜拜，拜拜。好，拜拜。对，我们刚认识的时候，那时候才100多万粉丝，现在200多万了，多亏我们每一位家人们的支持鼓励啊。谢谢大家，我喝口水啊！开播到现在，我一直在抢人气榜，一直在做节目，一直在做人气榜，所以没来得及喝水，渴死我了，太渴了。好听，关注了，非常好，谢谢大家，谢谢峰峰酱啊！不辛苦，不辛苦，感谢榜上的哥哥姐姐们，给大家再发个福袋啊！谢谢我们聪明哥的飘屏，待会给大家重新弹那个《不过人间》啊。对，一直在弹琴，我一口水都没喝，渴死我了。家们辛苦了，欢迎知而行远。喝一口水，太口渴，一直没有来得及喝水。然后我的鼠标一直连接不上去，我找着原因了。我有两个鼠标，就颜色不一样，是因为那个蓝牙断了。蓝牙断了，我就没连上去。给大家看我的鼠标，感觉脏兮兮的，这个上面全都是我的胶带。因为我用鼠标的时候啊，手上都是右手，连着胶带的手这个去操作它。我喝口水啊，歇一下，继续给大家弹曲。那个老爹开没开播，家们？老爹在不在？
老爹在不在？居然和我的鼠标同款。嗯，老爹在不在？我找不着他。谢谢大家的支持，家们想听什么曲告诉无双，给大家弹个。嗯，老爹在连麦。嗯，没事没事，我知道，我看着了。最羡慕会弹琴的小姐姐，欢迎差不多。给大家弹个追梦人吧，好不好？谢谢榜上的哥哥姐姐们，这首追梦人送给我们的长乐哥，送给所有无双家们，守护无双辛苦了。
哎，你好。没用了。你好啊，美女，你好。你好。你好。我很高兴认识你。你是蒙面超人吗？还是弹琴的那个是？是弹棉花的。是哪个？是哪个大侠来着？弹琴的那个？东方小白白。东方不败。东方小白白。你是不是东方不败？我是东方小白白，很高兴认识你，云飞扬。你还是阿珂。你还是阿珂，我的妈！你会弹什么乐音歌曲？你会弹什么歌曲，美女？你们家想听什么曲？哎呀妈！我们家想听的，大哥想听什么？欢迎家们来到直播间。别到了，弹个猪八戒背媳妇吧。猪八戒背媳妇，这曲子有还是没有啊？啊，你弹不就有吗？没谱啊！没谱啊！没谱怎么弹？弹喽！换一个，这没谱啊，有还是没有啊？我给你弹个其他的，不过人间吧，好不好？笑傲江湖，沧海一声笑。沧海一声笑，啊，这个会弹吧？可以。打他把面纱拿掉。沧海一声笑可以。打他把帽子摘掉，把面纱拿掉，行不行？行不行，大哥大姐？咱先让他弹一个，咱们先听一下这个音乐，好听咱就让他打，好听咱就让他弹一个，不好听咱就不跟他玩了。牧羊曲，好渗人，直面埋伏。不会，沧海一声笑，沧海一声笑，到时候我弹的好听，家们扣一波好听啊！沧海一声笑，行，你弹的好听，俺们家人都能给你点上个关注。好，我这怕就怕不会弹。现在8000，8000大军，好，指定那个大哥，飞哥。我这个沧海一声笑还是2年前弹的，我就是怕我弹的不熟，没事吧？行，没事儿。要不来个你拿手的？弹的不熟，没事吧？要不来个你拿手的？我拿手着呢。没事，我拿手着呢。你看，你问俺们家想听啥？俺们家都来了，霸王别姬。哎呀，我的妈！二弦映月。怎么忘了？这弹的不对呀、啊！稍等一下啊！别紧张呀，别太紧张了，不会了。稍等一下啊，真不会了，给我整懵了。呀，大哥，我都懵了，不会弹了。再给我啊！我再练一遍啊！他是不是故意的？完了，你这谱子都忘了，重新来啊，大哥，重新来啊！嘿嘿，忘了，再给我一个机会啊，大哥，重新来啊！来。
江湖岁月催，黄土霸业谈笑中，不胜人间一场醉。美女，美女，飞哥，你说，美女，咱简单玩一把呀？玩一把什么？实力派？啥也行。我今天第一天开播，我给我整不会了，突然之间这么多人，给我整不会了。那个，你这样式的，完事，你就整个拿手的行不行？行。你看家曲，看家本领行不行？看家本领行。就刚才我那个水平啊，我看到你都懵了，脑袋懵懵的，嗡嗡的，我都忘谱了。我看着你，我都不会讲话了。太好看了，我看着了，已经们你们家这么多人，我脑袋嗡嗡的，从来没见过这么多人气，我开播一直只有两个三个人呢，今天可把我给高兴坏了，我直播间一直只有两个三个人，今天一直啊，今天你就这样式，你就弹个曲子给咱们庆祝一下子行不行？咱们简单玩一下，简单玩一下行吗？别让我再嗡嗡的了，脑袋嗡嗡的，我害怕。弹个曲冲庆祝一下，待会儿行了，咱们再续个麦呀、啊，飞哥，飞哥，你这人气太旺了，飞哥。来，好，来，咱闭麦了啊。闭麦。条件给我低吧，行不行？待会儿弹曲啊，待会儿弹曲，行，咱就这样了啊。啊。那个我输了干啥呀？你输了，你输了也嗡嗡的表演一下。表演什么呀？都行啊。说了，这样式的美女，我们家人说了。你输了，给咱们弹个拿手的。可以。完事把你的帽子和面纱拿掉。帽子面纱不拿，拿手的可以弹。拿手的可以弹。把面纱拿掉，帽子戴着，好不好？面纱帽子都不能戴，都不能弹，都不能掉，都不能拿。为啥不能掉？因为长得太丑了，我是秃头小宝贝，龅牙小宝贝，所以我才戴帽子，才戴面纱。把面纱拿掉就 OK。面纱不拿，我只会弹曲，只弹曲。但人家只弹曲。嗯。只弹曲。弹曲行不行，大哥们？大哥们肯定行，大哥们能不行吗？人家都说了，人家是龅牙小宝贝、秃头小宝贝的，这怎么弄啊？你们俺们家人说了，没见过秃头小宝贝。没见过，那正常，太正常了。那个，把面纱拿掉，弹个拿手曲子。面纱不能拿。不能拿，俺们家人都说了，挂了，都不让，不拿面纱都不让挂了。拜拜。那拜拜了。拜拜。拜拜了。拜拜。我的妈，他咋还？来家们扣一波欢迎，直播间人气又上来了，我们的目的达到了。明白吗家们？明白吗？明白，扣一波明白家们。人过来就行了，我就赢了。欢迎欢迎，人过来咱们就是赢家。谢谢大家的灯牌，欢迎大家来到无双直播间，人过来咱们就是赢家。欢迎扣一波，扣一波，欢迎啊。来首曲子可以，家们想听什么曲啊？来，刚才我们新进入直播间，家们无双直播间欢迎你们的到来啊，有什么想听的曲子你们扣一波，想听扣一波什么曲子，想听的曲子扣在公屏上啊。谢谢大家的支持。多想给你的爱，老爹，哎，老爹，人家等了你好久了。我也看你好久了。老爹，你到哪去了呀？一直连不上你呀。连不上没有，我在刚才跟那个谁，跟那个小妮子打 PK 呢。
刚打完你看这这。刚打我也刚打完、咱们合作个什么曲啊老爹先唱一曲儿啊。唱完曲儿。偏偏喜欢你啊昨天你唱偏偏喜欢你超级好听、啊。那这个歌能不能弹能也能弹琴呢、啊、能啊只要老爹唱的我都能弹。都能弹那行啊那就再唱个嗯。偏偏黑佛你。嗯偏偏黑服你。嗯、啊、行啊偏偏黑服你。天天黑服你、可以。行啊唱偏偏。你唱唱哪好的好的好的老爹你唱的哪个调啊哦你刚刚测试连完了你啊。那。我说怎么找崔老师找不到呢半天崔老师给你抢走了。哎呦这个这是整的等一下我等一下我给崔老师解释一下。嗯不我崔老师找我没找到我还找他了他又找不到他了。我被你给抢走行我咱俩合一首。合一首好老爹我看一下你用的哪个调嗯。你先把它放出来让我来听一下嗯好。是这个调，老爹是这个调，是吧？嗯，是这个调，可以，这个节奏型可以啊。啊，这个调可以，嗯。好，来合作一首，来合作一曲啊！偏偏黑风雷呢？原调，黑风雷呀、啊！这个红书是最有，对，红书来献丑了，谢谢老爹。偏偏黑风雷，声音再大一点点啊。回响没事不是这个调不是这个调重开啊刚才的调对现在调不对是原调 原调降下来知道吗对现在对了对吧对是这个好开始对现在对啊好开始老爹不要紧张不同步所以说听着好像有点那个别紧张有延迟嗯老爹唱的真好听啊对那个不同步所以说听着有点别扭谢谢宗雪哥的红包来一起风来相爱起扫在三百一根满腹来高压情与醉醉在怕在醉偏偏最想死把你为何我身份渺小自我我还为何你一点都不计起情意
么可爱，可偏偏黑发你情意已失位，因爱到失害，我可爱，可偏偏黑发你。对，他这个不同步，所以说要对，要到对面听，估计听的同步一点。我也不知道。反正又没电了。婉清啊，不是，刚才就是在老爹唱偏偏喜欢你之前没电了，唱完以后电量充满了。没电了。哦，但原来我的能量是不是在？哦，原来我能量挺大的哦，还有这个功能呢。那行啊，你如果没电了，如果没电了找我，我给你充电。万一我们家哥哥会吃醋的怎么办？不是，万一家人们告诉了周周怎么办？周周他会吃醋的呀。周周，咱俩在直播呢，你咱不让他知道不行了。这万一被周周知道了怎么办？知道了呗。现在这是要敢做敢当，你不敢做不敢当，你咱就不做。看到没？看到没？老爹说敢做敢当。对呀、啊，你那这啥事不就那回事吗？哪回事啊，老爹？哪回事啊？哪回事啊？这。我也是过来人，我知道你。啊，老爹，你是过来人了、啊，你知道什么？我不懂哎，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不知道，我说的是，就是你这个弹琴呢、啊弹的不管好坏，反正调琴调的还好。不知道行，调琴。老爹，那你是喜欢听我弹琴呢，还是调琴？昨天你不都说了吗？昨天我说了，都喜欢。哎呀妈呀！你看，别这么再逗我了，你逗我下头都不敢。老爹，不要紧张嘛。大庭广众之下的不要紧张。现在我手的捏到我裤腿都把我自己大腿都快掐紫了，这紧张不得了是吧？不要紧张。别。这个咱就，我这老头啊是个，所以说你要调整我还真有受不了，不是我怎么了？我没怎么样，老爹怎么就受不了了？不是我受不了你这个说话的，这个说话说的我头皮都发麻，心里发慌，我说话怎么了，老爹？我说话不正常吗？我说挺好，正好，挺好的。其实我今天见你没昨天那么紧张了。昨天真紧张啊！昨天回去把我腿上上点药，把我自己腿掐掉一块，掐好了。我怎么感觉老爹你今天还是有点紧张呢？对，你说话这个尺度有点大，我这个尺度不是，我说什么尺度啊，老爹？你说那啥的，把我吓得这够呛。你都好不容易容易被你带沟里了，上来。我怎么了，老爹？不要这样子好不好嘛？是的，我。对，咱俩吧，反正还是主要还是这个年纪上有差别。你看我年纪有差别，我就我如果在你那个岁数差不多，我再倒退20年能接住你，现在接不住了。不是，老爹，你在说什么？我跟你连麦就是才艺局，我就是跟你弹琴交流才艺，音乐上的碰撞。你都把我给整懵了，嗡嗡嗡的脑袋，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老爹，你在说什么？不是才艺上的连麦互动以及音乐上的碰撞吗？
哦，我想偏了，你我想偏了，啊，想偏了，跑！不是，咱们音乐连麦领域智慧上的碰撞跟这个年龄有啥关系啊？啊，哦，我以为你又那表白的啥的，把整的，整的。没有，这个跟年龄有什么关系啊？啊，不怕不怕，家人不怕，我不怕，我不怕，嗯。哎呦，怎么辛苦的扑通扑通跳呢？那你心跳加速啊？心跳加速了。血压没上升吧？血压，血压估计现在头有点蒙蒙的。把我笑的笑死了。对呀，真的放不开呀，现在。你这要么。你要么咱就唱唱歌啊啥的，还是你下你可这个可，哎呦我的妈，我看你害怕呀！我怎么了，老爹？我怎么了？没有的，我看见你心真的心里发慌了，有点发慌了。我怎么感觉现在嗡嗡的，脑袋嗡嗡的？就是咱要不咱就唱我唱一段，还是你咋整啊？咱老爹你说，你说啊？我不会呀，我不会播，不会播，不你播的挺好的呀。不是你就是这你找我是跟我唠，你找我就是说调。调，行，那个不能说，要么是咋整？你说你说明来意，说明来意。来意就是。说明来意。来意就是这样子吧，老爹，你待会要是输了呢，你就跟我跟上次跟哥周周一样表白，就唱那个《天下第一》，唱一小段。我这年龄合适吧？你合适，超级合适，合适。你那叫个啥呢？啥五啊？那成不了啊！你就唱这个啊！哎，我的鼠标怎么又没电了？你那意思还？哎呀，你还我刚打完，我能打得动啊？能打得动，能啊！你啥时候都能打得动。你别说现在了，你20年、30年都能打得动。哎呀，行，我不跟你说了，再说这我受不了了。那行啊，那要整，咱们快整吧。这那你就唱天下第一啊，输了。啊，行，啥都行。啥都行，当然。别，就这8分钟够了，8分钟够了。够了，那行、嗯，那行。够了，别紧张。不要紧张。行了，那个，等下哥，小好像那个是啥，好像那个蒙蒙的那，对，你看我刚才那个小妮子连的没这样，怎么跟他一连嘛，我这个头脑瓜子嗡嗡的。没事，张姐，人家晚清咱不定，昨天是咱找人家连的，今天人家找咱了，你说这么。很好嘛，不能好像说这个咋的咋的，人家咱这年龄大了，人家的年轻，说话有的时候跟咱不同，那个不是一代人，咱慢慢接受吧，咱要向人家学习，是不是？因为晚清的直播风格确实，我认为还挺好的，值得学习。笑死我了，大家笑死我！我喝口水，让你们给家人们唠得有代沟，唠两句。两两句，咱们小片上一上，小片上一上。哎呀，我妈，我笑疯了，我得笑死了。谁关嘛？我笑到我鼻涕都出来了，我的天了！哎呦，笑死我了！这应该是他女儿，这应该是他女儿。笑得我眼睛鱼尾纹都出来了，哎呦我的天哪！
看他讲什么。我也不会开玩笑，要不然的话我就那个什么代替老爸了。你也不能开玩笑，谭老爹攀上瘾了。咱们这把的话就，咱们有条件的家人们，咱们就支持支持。表面说不舒服，心里美滋滋的。那没有没有没有。美滋滋，又叫啥美了？还能？家人们一起众筹一下，我去上个洗手间，咱们很快就来啊。很快就来，我去上个洗手间，众筹一下啊，家人们啊！开了开了，没事儿没事儿。啊，不会不会，晚上咋会睡不着呢？睡得可香了。晚上我去上个洗手间，家人们啊！一起众筹一下，家人们，满屏的扣一波，加油！没事，咱们就是娱乐娱乐哈，娱乐娱乐，没关系的。我们也是娱乐家们啊，咱们要不然我一直弹琴人就会往下掉，我没办法，只能连麦。今天我必须要把人气给他做上去，保留住。听我声音好听哈，不舍得关哈。家们等我一下啊，等我回来啊。我去上个洗手间。咱们一起三跳走一走，咱们一起众筹。谢谢我幸福人生。晚上他们也播呀，家人们还有四分多钟的时间，咱们有条件的咱们支持一下，咱们一起站站榜。对，咱们对小星星花花草草走一走，咱们就小跳走一走吧，小跳走。是啊，那个浩宇妈妈说的对，咱们你看，咱们既然做主播的话，咱们就是什么样类型的主播，咱们都会去连一连。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呢，我们是一定会虚心学习的。你看，不然我们老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面，不出去多看一看，不出去看看别人怎么播的，你看我们永远都不会有提升，不会有成长，对吧？谢谢求家人叔叔，谢谢红叔，红叔的比心，谢谢小夏兄弟。谢谢永恒狮王哥，所以咱们家人们不要带任何的节奏哈，不要带任何的节奏。咱们做主播的嘛哈，咱们就是要接受这些，有的时候只是一个直播效果。谢谢瑞姐，应该有加成哈。嘉诚来了，看一下那个这次任务多少哈，准备过嘉诚了，家人们，咱们一人一颗小星星，完成嘉诚，这次能完成哈，这次比较轻松哈。谢谢所有家人们的小星星支持，谢谢你们。要是每次这个嘉诚任务都是这么多的话，那就好了。这加成少，对，这个加成少。谢谢我红叔的花开了吗？谢谢，谢谢红叔。昨天我看红叔的那个作品啊，红叔很可爱的，很年轻。对，是我们几个里面，你红叔是最帅的。对。比你还年轻，比我年轻，谢谢中秋手，一人一颗小星星，家们，一人一颗小星星，助力嘉诚啊！加油加油！欢迎司令，家们，助力众筹一下，咱们打的众筹局啊！卡吗？我直播间卡吗？今天直播间是不是有点卡？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怎么会卡的。咱们还有一分多钟，咱们一起加加油啊、还有一分多钟，我们一起加油。感谢七七哥，谢易江南哥哥，谢聪雪哥，感谢英，谢谢娟红姐姐，谢谢大家的支持。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卡，今天好奇怪。谢谢大家的支持鼓励。好了，还有最后的四十秒，咱们一起加油。还有最后的四十秒。今天都卡是吧？都卡，好的。还有三十秒，家们！我的天哪，去上了个洗手间，人气。对面都是众筹票，没有也要众筹，众筹，借助重去就可以。还有二十秒，家们，还有二十秒啊！加油，加油，加油，加油！还有十秒，感谢七七哥的保时捷跑车，感谢七七哥。还有十秒，还有十秒，加油，加油，加油！帮我双手个毯。感谢易江南哥哥。完了，我这不是完了。感谢所有深爱我的朋友，谢谢我们，谢谢七七哥，谢易江南哥哥，谢谢秀姐姐，谢谢易，谢谢所有家们。我卡，我知道，人少是因为今天卡了很多，被卡了。欢迎换，欢迎换啊！被卡了，没关系，没关系。谢谢杨姐，卡了卡了。谢谢优秀阿姨，谢谢瑞姐，谢谢五十哥，谢谢彭翔哥，谢谢起点哥，谢谢金玉姐姐，谢谢秀秀姐，谢谢梅姐。现在还卡吗？现在还卡吗？阿姨，咱们直播间现在还卡吗？谢谢大家的点赞。辛苦了，家人们，辛苦了。直播间现在还卡吗？卡不卡？现在？卡没？卡不卡？老爹，我直播间卡不卡？不卡呀、不卡，挺好的，没有卡，没有不卡。好多家人们都说我直播间太卡了啊，好，不卡，主要是你刚才你人卡没了，不是你人不在，以为你把你卡掉了，其实你人你出去上厕所，不是卡。老爹，你怎么知道我去上洗手间？你怎么知道的？不是昨天你们上洗手间了，你看见我都上洗不是，你看见我出来。听见了吧？有人给你把门，你们上洗手间。哦，那你对看，看见我能靠得住，我能指望住。哎，老爹守门可以。让这老头看看门。老爹绝对能保持住，老爹能绝对保持住，帮我保持住。是的。那婉清，要么你弹，要弹一段行吧？弹可以，老爹你选，你想听什么曲？听个那个，就是那个什么。那个流什么云什么水那个啥那个叫啥？你说的是高山流水吗？对，高山流水那个。高山流水，我弹的人流量就没了，你那边又会受影响。我弹个其他的，你是想听这种有意境的是不？我感觉出来。有意境的，那行啊，那。云水禅心呢？十面埋伏是天雪丹心能弹的。可以，天雪丹心可以。天雪丹心，这挺经典的。好，天雪丹心走起。行云流水也可。行，你看一个我说不上来，反正知道什么山什么水都不知道这。好。天雪丹心。
谈一下他。啊，行行，挺好听的，我在享受那个万马奔腾那个啊，草原上那个，哎，确实挺好。我小时候最喜欢看电视剧就是这个，这个《射雕英雄传》，太好听了。我还唱不唱啊？唱啊。还唱啊？唱。行，我唱个不变的情缘吧，因为啥？那个不变情缘，我知道你永远叔叔是。我是跟我女儿说的，不是跟你说的。你永远更喜欢听这首歌。我也喜欢听《不变的情缘》，好听。啊，行，好行，那《不变的情缘》来一段。好。对，家人们，咱们再都不要听，辛苦辛苦。谢谢大家，家人们给老爹点点关注啊！去老爹直播间扣一波祝福，家人们。去对面直播间扣一波祝福。庞总说的对，埋藏了多少天心中对你的思念，经过了多少年爱情美好的画面，度过了多少遍这份不变的情缘，不管期待多少年无悔无无论在海角在天边啊，在我的心里面我对你深深的情永远不变，就算今生不能在一起我也不会忘记，期待着和你再相遇，忘不了你也放不下你，期待着和你再相遇。谢谢，咱们来一段，谢谢云远哥，谢谢所有家人们，来一段。哎呀，老爹，你说你唱歌怎么那么好听嘞？真好听，我这怎么感觉比周周还好听嘞？比周周好听。那你是听我听的唱的少，听的多了你都觉得我唱的不咋地。好听，你唱的好听。感谢。你唱 DJ 曲也好听，之前我听过的。行啊，谢谢晚清的夸奖和认可，感谢晚清，感谢无双，感谢无双晚清。这个也非常感谢老爹家们的欣赏和认可，有的时候无双呢会开开玩笑，家们多多的包涵，多多的这个喜欢啊。无双是这个风格，其实好多家人们还是喜欢无双这种这个直播风格的，能家人们带来快乐开心，也能欣赏的才艺，确实这是我老周自叹不如的，因为咱啥也不会，本来就比周周唱的好听。老爹，我们直播间底下说你本来就比周周唱的好听。哎呀，笑死我了。不同的风格吧，年纪不一样，不同风格的年纪不一样，唱的歌曲风格不一样。都好，是的。家们给老爹点点关注啊，老爹唱歌真的是实力派，他是实力派，很接地气的。家们给晚清点点，那个有手术出汗了，我就说。行啊，要不咱今天就这么地，好不好？好。感谢晚清的陪伴，谢谢晚清的这个给我们直播间带来快乐和开心，谢谢。谢谢老爹家人们，谢谢老爹的歌声。很开心，我们直播间很开心跟能够跟老爹连麦，能够听到老爹的歌声。老爹一路长虹。好的，我也希望下次在你的晚清的时候还是这样的挺开心的。哇，周周是老爹教的，好好真的啊，老爹你太厉害了，周周是你教的。没有了，我哪有那本事。你太低调了，周周是你教我知道了。好，老爹那你辛苦了啊，多注意休息，天热开直播很辛苦啊。好的，谢谢晚清，谢谢。老爹拜拜，老爹家人们拜拜。好，拜拜。拜拜。好的。拜拜。太可爱了。
聊的时候无双呢就是会开开玩笑做做节目，家人们了解就好啊。如果我今天不去这样子去连麦，不去这样子做节目，我的人气很快就会掉下来，一直都会掉下来。所以我们的人气今天是一直在起伏往上走，总的方向这个走向，人气的走向是在往上走的。连了好几个今天新认识的，其中有一个大主播直播间有3万多人，还有一个是1万多人，都给无双直播间增加了很多的人气。所以说今天没有给好大家好好弹琴，但是我一直在做节目，一直在做我的流量，一直在做我的直播间的人气的权重。家人们理解的扣一波掌声好吗？扣一波理解，再次感谢家人们的支持，谢谢你们哦。嗯，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支持。为什么不露脸？因为长得不漂亮啊。再次感谢我们成露哥，谢谢七七哥，谢谢江南哥，感谢英，谢谢娟红，谢谢养鱼哥，谢谢笨女人，谢谢时尚姐姐，感谢大家支持啊。跟一个明星我就为你期盼一辈子，理解，谢谢大家。为你无心的一句承诺，我就成了你的影子。想听什么曲，家人们公屏上走一波啊。为何总是颠倒位置，想念就从那一天开始啊。连家辉是吧，每天要望你绿色的窗子，无声的呼唤你。我有点不想连了，家人们连的有点累。我是你500年前是家人们，你们知道不，这个有的时候连麦连多了我也会累，因为什么，连麦的时候特别要动脑子，我连多了以后心累，所以我现在家人们咱们先缓一缓，弹多弹几个曲子行不行，先不去连麦了，连得我累。嗯，周周家人们啊，你们不要误会了啊，周周家人们，咱们就是在跟老爹连麦的时候，把周周拎出来呢，是其实是很多程度上是把周周的这个，多提一下周周，对周周比较好。嗯，我是希望多在跟老爹连麦的时候把周周多提一下，然后增加他的曝光流量。虽然我的直播间人很少，但是让更多的家人们知道我们直播间还跟周周连过麦，让我们直播间新来的家人们知道还有周周这样的一个优秀的主播，我是这样的一个用意，谢谢大家。因为好多家人们，我们新进入直播间家人们还不认识周周，还不知道周周是谁。我不连麦的情况下人就一直往下掉，不连麦的情况下人就会一直往下掉。谢谢大家的支持啊。给大家来一句，我的快乐就是想你，谢谢大家。好多不认识对吧，是的，我就想带大家认识一下周周，也是很优秀的主播啊。信息啥情况？
谢谢司令，欢迎司令，感谢大家的支持，欢迎大家来到无双直播间。我的不连 PK 家们看到了吗？不连 PK 我直播间人气就直线下滑，因为咱们今天人气就是看热闹的人气比较多，不是铁粉会比较少一点，所以说我今天一直在做节目，把我做的好累好累哦，家们能理解吗？连 PK 也很累的，做节目很累的。谢谢大家，接下来家们有什么想听的曲子打在公屏上，你们打在公屏上啊、嗯！把我给弹的热了，真的热了。直播间还卡吗？还卡吗？我直播。我的扇子。可热了，做节目可累了啊、嗯！都弹了曲子，我扛不住了，不能再做节目了。想听女儿情是吧？啊、哦，可以，想听女儿情可以的。还有呢，做节目很累的，真的很累的。你们以为我愿意去一直连麦 PK 啊？很累的。一直弹琴肯定累，累的，嗯。哇，小美女哦，谢谢大家。这曲子好听，嗯，是的，我会弹，但现在不能弹，在节目最后再弹，因为这曲子没流量，弹完人就没了。想听女儿情家们扣一波掌声，给大家弹个女儿情。给大家弹女儿情，想听女儿情扣一波掌声。你的眼睛好美，谢谢大家。我的头像，我的头像好像有一个紫色的徽章在上面，那个紫色的徽章上面写的是什么，家人们？连的心事，对。这首曲子叫《连的心事》。那我去换一把琴哦，给大家弹女儿琴好吗？你这个直播间今天卡死的，我就说嘛，今天很卡，肯定也有问题。同城第一啊，我这上面写的是粉紫色的那个徽章是同城第一的标签吗？我去换吧，琴家们啊、嗯，第一次听我弹，是的，很好听，好多曲子我都会弹，只是平时不弹而已。无锡第三十二名哦，原来是这个意思。谢谢大家的灯牌啊、哦！那咱们来一曲《女儿情》。大家卡了吗？现在我卡吗？直播间？好的。
谢大家满屏的好听，音有一点点不准，我感觉没调就过来弹了。家们，我们还想听一首《梁祝》，再给大家弹啊。想听《梁祝》，扣一波一；《半壶纱》，扣一波二。我给大家再调一下音啊。做节目把我给做累了，真的。再弹一曲《梁祝》，送给我们直播间所有家们。想听《梁祝》，扣一波；想听啊，无双热不热？热啊，肯定热啊。主播很辛苦，很辛苦，是的，做节目好累，好累啊。
好听，谢谢大家们，听到好听啊。哎呀，我的鼠标怎么又不能用了？是没电了还是什么情况呀，家人们？这个鼠标不能用，是没电还是什么情况？我都不知道。是不是没电了，家们？谢谢陈乐哥，谢谢七七哥，感谢一江南哥哥，感谢 A 哥，谢谢英，谢谢娟红姐姐，谢谢强。你看我一弹琴人就往下掉，不做节目也不行啊，家们。但是一直做节目我就会很累，我都已经弹的是很有流量的曲子了，对不对，家们？做主播难啊，我先把音再调一调啊。每天都在进步，是的，每天进步一点就好。你看，看热闹的，为什么今天直播间一下子到六七千人？看热闹的多，真正停下来听我弹曲的比较少，所以做主播的也无奈啊，对不对，家们？有人模仿我，模仿我太正常了呀。想听话你吗？太想念我今天弹了。想听话你吗？我给大家来一曲话你。想听话你扣一波想听。想听话你扣一波想听。画里的扣一波，听过画里。听过画里的扣一波，听过啊，家人们。好听，好听，嗯。画你啊，谢谢大家的掌声。Thank you.
谢谢大家的掌声。看样子这首曲子没有流量了。鼠标是没电了，可能就是没电了。看一下这个鼠标，它是用的是哪一个电池？没电了，我换一个啊，家们。就绪麻烦，长乐哥你在说什么？我都听不懂你在说啥，你在说什么？嗯，家们我换个电池啊，我看一下，换个电池。都没有电池了，为什么要蒙面？因为不漂亮所以才蒙面呀，因为不漂亮才蒙面的呀。谢谢大家的支持，欢迎大家来到连麦吸粉。那这个时候人比较少，人家不一定愿意跟我连麦。最近我们人气上来都是看热闹的比较多，铁粉比较少，所以我最后留在我直播间的人也比较少一点。没关系，我就当练琴了啊，家们。小鼓手现在不接我面，他嫌我人气太少了，估计是。要不我也不会接麦的。弹琴一直弹人就小，
家们就这样啊，在这个时间段人太少了，人家不愿意跟你连的。当我人气超过3000人以后，这一直在跟我连麦，好多人都愿意跟我连麦。但咱们这个时间段就把它当做练琴，练琴的好时机，好不好，家们啊？你这是个这个时间段去连麦，人家不会愿意去连你的啊，很正常的。你要是我直播间好几千人，人家100多人连过来，200多人连过来，我也不会愿意去接的。同样的道理，家们啊。嗯，六指琴魔吗？百元哥不是六指琴魔，我是东方无双晚清。谢谢大家的支持鼓励，今天把我给整热的，整的热的不得了。跟你们多弹一些你们想听的曲子啊，但是可能会没有什么流量，到时候再看吧。我妹妹是东方不败啊，恭喜你。请把你的清秀全部展现。我哪来的清秀啊，我这歇一会儿再弹啊，我热的不得了。要60万赞，嗯，弹手车站，你给我加个灯牌。谢谢大家的掌声，我看看人还会起来的，你们信不信？我弹琴反而人不多，看热闹的多。我弹那么认真，把我弹得热得一塌糊涂。空调开的呀，当然开了，肯定开空调。等我一下啊，我去换个琴，然后